东经幺洞洞度洞四分三九秒，北纬四幺度三拐分五九秒。北京第四次落点预报已发出，各号注意，返回舱着陆。返回舱成功着陆，担负搜救回收任务的搜救分队及时发现目标并抵达着陆现场。我们已安全着陆。但是呢，这个一开伞了之后呢，我们这个红外的吊舱呢就抓到了这个飞船，调节到体能的尽快恢复。全面建成的历史时刻，我们神十五呢，三名航天员在轨驻留期间完成大量空间科学实验和试验，非常丰硕。我们完成了20余项的在轨科学实验，对于研究航天医学问题和大众健康问题非常重要的一个实验模型，也是国际领先的一个技术。神十五乘组不仅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实验任务并取得成功，这是目前已知的世界首次在航天飞行过程中使用双光子显微镜获取航天员皮肤表皮及真皮浅层的三维图像，为未来开展航天员在轨健康监测研究提供了全新工具。导电环产品设计保证航天器在轨可靠稳定运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